可是说我可不可以把车子放在这里来，我来收拾一下行李。可以。可以吗？随便放。好，我的东西太多太乱了。我去抽水，你给我帮忙，一会儿来给我收钱就行了。我帮你收钱啊。哎呀，20块钱是吧？好，行，收点麻就行了。好，行，20块钱。你去干嘛？抽水。去哪里抽水啊？这里后边有井，那里边有井吗？那个是水泵抽上的纯净水吗？井水哪有纯净水？那个水不能喝，不能喝。盐水嘛，咸，又咸又苦。哦，因为这边是盐碱地是吧？对，你抽过来这洗，跟洗菜可以用，洗碗洗锅。那你吃饭的水用这？吃饭水都是他们从县上给我带过来，自来水或者纯净水。哦，好的，那你去吧，我帮你收着。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我今天是这个罗布泊雅丹地下谷的小工作人员了。我今天在这里收费啊，20块。然后刚刚耿叔叔跟我说了，退役军人不收钱。你要进去吗？你不进我就不进。我昨天已经进去过了，你进去要给钱20块。给你吗？不是给我，这个那个收门票的叔叔他去忙了，我帮他代收。昨天刷到你视频、啊、真的吗？专门过来的。真的吗？我看看你的狗狗。你这个是什么车啊？坦克400。哦，这个狗怎么那么帅呀、啊、跑了450公里，晚上1点实在跑不动了，然后早上才过来、哦、是吧？没假，假不了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？我是从那个哪儿，乌鲁木齐。哦，你是哪里的？陕西的。哇，你这个帽子好帅啊。怕你今天走了，我这专门跑过来。我还待一天。嗯嗯。哎哇，你坦克400，你是车后面吗？对，车后边。这坦克400比坦克300确实要空间大一些啊。大10来公分。哦，大不了。你出来多久了？我是8月份，以前开小车的，现在刚换的这个，年前换的。哇，你这狗好帅啊。帅不帅？有我帅没？跟你很像。我知道，好多人都说我俩像，谁像谁嘛、啊？对，很像主任。黑娃，黑娃你好，还可以摸他吗？可以，我就怕他那个啥，我按着他呢。乖乖，哎呦，他眼睛怎么这样？他有点自来熟。哎呀，那你现在要进去吧？我说了，你进我就进。我昨天已经进了，反正你要进收钱啊，20块。不是我收，是我帮那个叔叔收，他去打水去了。退伍证免费吧？对。哎，那我就不用扫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退伍军啊？啊。哇塞，那我这开张生意都收不到钱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做生意了。你真的是退伍军的？这用了一路了。哇塞，我又看你这身体应该挺好，就是经常锻炼的那种啊。出来以后呢，待的时间久了，这指甲油老是也是。内耗。你也做自媒体吗？对，我叫小辫一直行。坦克400，有点帅哈。陕 A 是哪里来着？陕 A 就西安嘛。西安啊，你是西安的啊？我是四川的。四川的，你好，我专门奔你而来，我不是奔罗布泊来的。你奔我而来啊？哎呀，那我都不好意思啊。那你点个信息，点个关注，然后过来可以那个啥，跟你交流一下。啊，可以，这是咱亲妹，都是朋友，是不是？有这样说过吗？我说过。我可以看看你的车里面吗？来，这是早上有点乱，我刚跑得快。嗯，你喝个奶茶。谢谢你啊。就是刚才跑得有点乱起来。不是，因为这个路啊，拖一板路，我的车也是这样的。对，得收拾一下。哇，那你这个车跑里面随便跑呀？你可以进去拍点视频啊，我看你在无人机了啊。你今天还进吗？我今天。不进了吧，我昨天刚进去，这个车颠的乱七八糟的。我正准备收拾车，你刚刚说奔着我过来干嘛？想跟你学习一下，怎么让你帮忙看我怎么拍这个视频。拍视频啊？就是做自媒体，想请教一下你，真的。哎呀，别说请教了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一起进步。呀，你太谦虚了。我主要是咋回事呢？就是我的视频拍摄播放量特别低，然后直播这个就需要锻炼。我看看你的视频。你看一下啊。你什么时候关注我的？我关注你好长时间了，其实老早刷到你，因为这次刚好跑到新疆这边来了。你这播放量挺稳定的，就是太稳定了。太稳定了，其实我也是，因为我是一个人没有团的嘛，也是自己瞎琢磨，也说不上特别好吧。有些流量我的视频也很低的，主要还是个坚持吧。你做了多久了自媒体？我8月份开始做，那时候开的是一个雅阁，小车，然后跑不动嘛，好多地方、像这种地方就
累死了。啊哇！我跟你说，这个车一百路是我走过最抽的，而且还走过好多路磕底盘，把那个底盘都快磕报废了。我说在报废之前把它处理掉吧。面包车不磕底盘，你看我的面包车。我的雅阁装了好多东西，它压的就这么底盘只有这么一点，它不敢这样子，就这么一点，就这么一点，伸直就底盘就戳底了。嗯。然后我就年前换了个这个车，我说出来想好好的，也是下了血本了。多少钱啊？坦克失败。分期的。坦克失败多少钱？29点多一点。这个是跟坦克300有什么区别？我对这个坦克不是很了解。它比坦克300长了一个这。这个后面这个门是可以开吗？可以。可以看看这个空间。我也想换车，换个越野，但是，哎呦。没事。哦，你看你这东西弄得还挺整洁的啊。然后你放的这几个这，我这个子。也能睡下，如果个子高一点，把这个去掉，就是能腿能伸得更长一点。啊，你是自己做饭是吧？你这个车子里面就是睡觉的话，坐起来坐能坐直吗？没问题啊。我看看。啊，我应该比你高一厘米吧？你妈没问题，能坐起来。我一米六一，一米六二。6.5高一点。就你坐的这个位置，它是座位，你看。哦，这个上面它有一个，这个可以打开的是吧？对。坐在这里坐你没问题吧？嗯，没问题。办公着都可以。其实我当时想换那种就是越野车，我就是担心铺了床过后，那你在它这个放平呢，就直接可以睡觉了吗？原车就这样放平。放平就是平整的吗？嗯，对。哦，放平就是它稍微有点那个啥。我一直很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车子啊，我这种越野车，我怕放了床垫我坐不直，因为面包车还空间大一点嘛，这个。嗯，刚刚看你这无人机还有三六零，你这设备挺齐全的呀。对，我就是照你设备买的。我还记得看你拍那个国王峰，嗯，你把那个杆子杵那么高，那不是无人机拍的吧？那个是360拍的。对，我就专门，我前两天我在乌鲁木齐刚取了一个这个杆，我就说，它这个杆可以隐藏的。对，我说我的360怎么那个杆那么短？这是我以前那个，嗯，然后我看你那个视频以后，我就这个你就知道了吧？嗯，三米，这个可以，嗯。你不是这样子吗？你应该是这样的吧？不是，你这样跑，你这个也太长了吧！我的天哪！有时候进地区或者是高一点的地方，啊对，你再来一下，你再来一下，我看看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，走你！刚不是这样吗？我是不是我那个要短一点？这我刚买的，像个钓鱼竿似的。就是你当时举的太高了。可以。哎，现在做自媒体可太卷了，这设备一套一套的啊。我这还是看你那个国王峰，我说这个咋举这么高？嗯，国王峰我带了两个无人机进去拍，还有360电全部没了，因为那里海拔太高了。那你没有个户外电源给他充吗？三块电池，我不可能把电源背进去啊。三块电池不够费，因为那里太冷了，海拔5600，太冷的时候它那个温度降得特别快，你知道吧？飞个20来分钟就不行了。嗯，差不多。你三块电池飞一个小时，你一般咋拍呢？但有些镜头我没拍好，我得反复拍呀。我看你挺专业的。嗯，不专业。我其实把你都当做我的对标账号了，你看我视频，你一会儿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对标账号呀。看一下你就知道了，我不是有拿嘴说呢，我手机呢，就我前面有些视频全部都是按照你那种风格拍的。嗯嗯，就是你在对标的同时我也找到一个对标账号呀，最近最终就是你最好是就是你找到自己的风格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呢，你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，就是在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。嗯，我看看。嗯，就比如说是像这种记录生活的，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这个春节呢，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啊？嗯，你是多大？你看我多大？应该是80后、90后。自驾游以后人都沧桑了。90后，九几年的？90的。90年的。嗯。哦，两个娃的爸，你这出来，娃娃怎么办呢？娃娃家里边媳妇儿看着嘛。哦，媳妇儿看，相当于你把这个当成的你的工作是吧？准备全职了，这个信心不大，决心挺大。哦，那你这投入挺大的。那没办法，
那你就是热爱这个你的工作吗？就是户外。不是，我以前是做餐饮的，不是那个烤串吗？嗯，不是赔了吗？啊，我以前也是做餐饮的，是吧？我是卖摆地摊卖烧烤的、嗯。我是卖那个米线的，到现在还开着的，我转给我妹妹了。我那个现在其实我没有转，跟我给我亲戚做了。嗯，我也是给我亲戚做了，啊、全部给。那个能挣钱，大家都知道是吧、嗯？只不过是疫情弄的。就是你投了这么多，真的要有一点热爱在里面，才能坚持的做很好。就是我做了三年了，嗯，这个他你说我有多厉害也没有多厉害，最主要还是个坚持吧，就是。热爱的东西就是为你热爱的事情而坚持，你才会坚持的更久。但是坚持也得有点方法啊，一个是方法，第二个是你得放下脸面。啥？放下脸面。我感觉我挺那个啥放下脸面，还有一点运气在里边，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。耶，还是有点技巧，我跟你说。嗯嗯，好，那咱们有什么你可以问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加油。好的呢，加油，奥利给！奥利给！